从没打过车。你把脸转过去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干嘛去？不是你把我搞得我头都是汗，你把头转过去。你把头转过来，你别动脸。就是，头转过去。你别看。哎呀，你别看。你把头转过去，你。你头转过来，你别看。别把自己给紧张了。快点吗？快点。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，我的妈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哎呦。孔真。哎呦。你把护士吓得不敢打了。哎呦，我的妈！你要这样子，你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。稍等会儿，稍等会儿，我先，我自己控制着。麻烦你自己看吧。你闭上眼，哎呦，你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喂，你慢点慢点。哎呦，还没打呢。哎呦喂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千万不要跑、啊，我的娘哎！你把他肩膀这扶住吧。哎呦，别动呀，别动呀，哎呀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真的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你准备再抓他了？他消完毒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这功夫都打完了，真的是打完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！你别看行不？哎呦，我怕。不，真的，进针不疼。好好好好好，哎呀！进针不疼，哎呀！哎呦，你转过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快点！哎呦，那最费力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哎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这么久，这么久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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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一三五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三次的这种针，你要的话就给大夫说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做放疗来吧。咋办呢？你只能给。哎呦。马上做，马上大夫来带你做放疗了，马上四年了。哎呦。你喂，哎呦，你太烦了。哎呦，你这样讲了，这样讲了，我走了。哎呦，我的呀！你手在不抓了，你手在这儿，我没办法抓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那要不你先等会儿吧，我那。